水鸟吗？对，对哈、哦，因为我们南台西的许多水鸟，它们有些啊，它更冷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嘛。它从更北的地方，比如说中国大陆或西伯利亚，它会飞到这边来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条件，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南台西现在已经遭受到污染的状况，所以啊，里面的小鱼啊或小虾可能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新鲜，所以水鸟它就自然变少，然后朋友就减少。对，所以爱护环境重不重要？重要哈，所以可不可以把垃圾丢到水里面？不行，要保护我们的环境。呀哈，如果我们的环境生态很丰富，里面的其他的植物长得很好，就会吸引到小虾跟小鱼。小虾跟小鱼如果长得头好壮壮，水鸟就很爱来吃它们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水鸟。你们说棒不棒？棒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爱护环境好不好？继续看。等下嘛，甲阮多宣导一下安尼吼。阮即马二年级啊，嘿嘿嘿。